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六个爻辞啊。那在这边初通常都是代表了一个卦的本质或者说主题啊。那点出啊，点出这个卦的这个主题了啊。那上爻呢，常常是居于格局之外，代表了天、鬼神的终极的理想啊，所以呢，可以说初秉承了上的这个终极的家庭教育的理想啊，那么去进行对于呢家人儿女的一个这个教育教化啊。那么中间的这边是阳领导阴，所以呢德位的两个阴爻就是得益者受益人，所以呢都是吉灯，要吉也需要他真啊，他由衷的乐意呢被启发啊，被教养，那才能够吉呀 啊。所以六二是真吉，六四才会发展大吉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初九，说贤有家毁无，相曰贤有家智未变也。这个贤有家就是贤其家了，为其所有之家嘛啊，就是他的家啊。贤节制的意思啊，这个贤本来是那个门槛啊，因为古时候那个照明不是那么方便啊，所以你白天啊外面亮里头暗，那一个人要从外面进到门啊，你不能够这个猛冲进去，因为在外面瞳孔是缩小的，到了暗处要时间给它放大啊，你太快的冲进去可能看不清楚屋内的东西，你会绊倒啊，你会撞到什么，所以呢有个门槛提醒人走到这边停一下啊，然后跨进去，哎，这个时间让你的眼睛瞳孔放大，比较放大适应屋内比较暗的光线啊。所以这个弦有阻挡的意思，也有提醒的意思，那综合来讲就有一种调节的意思，调节人的行动啊，就是节制啊这个人的行为啊。所以贤其家，那就是要调节家庭秩序，要有自然秩序，顺利引导他呢过渡到道德秩序啊，需要这么一个调节啊。当毁无啊，这个毁无都表示说一度有毁，但是那个毁是可以消除的，也就是说在做这种调节的时候呢，我刚才也说并不是直线的往上提，这个叫顺利，没有那么简单，能够进三步退两步，进三步退两步就不错了啊。因为这个过程呢并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型找套，不是，每个家都不一样，每个生命都不一样，所以中间一定有呢摸索尝试啊，那也有尝试错误啊，那只要我们用心就不会错得很严重，我们就能够呢及早的警觉啊，稳住啊，去改过啊，改善，继续往前走啊。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会有些小小的曲折的，
会有尝试错误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它是可以呢，顺利的被这个转换成为成长的途径，成长的养分，啊，那么在这里，他是如何解释这个悔无呢？啊，他小象说：“贤有家，智未变也。”这个智不要狭隘解释为志气啊、志向啊，志就是情的意思，情志啊，诗言志，诗用来表达人的感情的啊，所以情跟志啊，没有那么截然的差别，是相通的啊。那这个智慧变作整个的那个生命存在的状态啊。还没有变质，没有恶化，就是当他四爻都得位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了，开始做这种家庭秩序的调节，啊，让他能够呢，相对顺利的由自然秩序过渡到道德秩序，要趁着那个感情啊还好的时候，啊。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呢，虽然不免有失误可以消除，但如果你不能够这么及时的时候呢，很可能那个悔就流不回来，啊，所以说要把握这个时机。好，这就是初九点出家人卦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呢，要趁着家庭成员那种自然感情呢还和乐的时候，就及时引进了道德理性，啊，让家人、家里成员、儿女们的生命呢能够得到一种呢提升，啊，就是心灵炉火的点燃，啊，他心灵的时时的觉醒，啊，可以发挥他的意义价值的创造力，啊，来继续自己的人生。好，六二呢，得位又得众，所以呢，点出呢，因为得众嘛，所以点出他的本分，啊，那么这个阴爻如何能够呢，被顺利的这个领导教化，啊，而由阴啊蜕变为阳。由自然人蜕变为君子呢？好，那要有他的真，啊，所以他说无忧顺，在中困，真吉。相曰六二之吉，顺以顺也。啊，那么无所顺，无所顺什么？无顺其日，就不要顺着他那个自然的那个欲望，啊，那本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有自然的那种界限的生理的需求，那如果呢不能够及时的过渡，他可能到后来就变成淫欲，就变成过度的欲望。所以不要顺着阴性的那种惯性，那种外求的模式，啊，要适可而止，把它转换为是种道德理性，啊，的发展。那这个用在中馈来表示，在中馈就是守这个所谓的妇道，啊，那么就是负责呢这个。男主外女主内，他负责呢这个处理家务，啊，在厨房里头煮饭，叫在中馈贵，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表示他是守住他的本分，啊，那这个所谓的本分，虽然用在中馈来表示，其实就是呢，回到那个坤卦，就是。由衷的乐意去顺阳的领导，啊，所谓先迷后得主才能够立，啊，
不能够擅自做主，那就成为鲁莽，那就成为顺这个阴性的惯性，就变成了淫欲啊。所以说无所遂其欲，不要让欲过分，而能够适可而止的有一种呢节制，好让它能够呢翻转成为人为啊。那么这个小象呢就用顺以训啊，顺什么？顺道，顺阳。在这个六二的位置来讲的话呢，其实正印就是九五啊，顺这个道，训入也，这个入一定是渗透性的入啊，顺这个道而循序渐进啊，这样子的自然的顺利的生命有所提升啊。好，所以六二呢是点出呼应的那个卦辞利与真，真才利，不真不利，这边也就是真才吉，不真不吉，点出呢它的真啊，利与真嘛。好，至于九三呢，因为它是一个不安定的位置，静爻就是有一点点鲁莽啊，冒进之象啊，那这个其实呼应到初九所谓的悔无，悔无就是一度会有差错的啊，过犹不及，不过没有关系，你及时调节啊，就可以呢啊这个转祸为福，顺利的提升啊。所以他说家人恶赫赫啊，毁利己，父子息息终令，相曰家人赫赫未失也，父子息息失家节也啊。这个赫赫就是那个火烧得很猛啊，结果有那种噼噼啪啪的那个声音啊，就是烈火之声啊，那个燃料那个柴都有爆裂的那个声音啊。那虽然毁利，这个毁也就是呼应初九的有毁，这个毁在哪里呢？过度严厉啊，这个虽然呢、啊、这个可能有过度之失啊，但是没有关系，最后还是吉的啊。那这个完全就呼应悔无啊，这个落实下来在九三这个爻就表达了阳要领导阴，父母要引导孩子啊，都难免会有这种摸索尝试啊错误的这个过程，这是正常的啊，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有点紧张，其实最后是好的啊。反而呢，如果是父子息息啊，这个父可能有点过刚啊，因为上下是刚道，胜过柔道。如果用柔道的就解了啊。如果呢说，就是这个只有那种妈妈跟孩子比较是强调那种感情的啊，所以在这个四爻都不得位的时候，妈妈出面比较对。四爻都得位的时候呢，应该用刚道。如果这个时候呢，啊，这是算了算了，这个大家一起啊，嘻嘻哈哈啊，说说笑，看起来啊，哎，很愉快和乐，但是整个的家庭秩序就滞留在那边，不能够及时的提升，啊，就会有减之象，啊，这样的话虽然眼前也蛮好的、啊，嘻嘻哈哈还不是不错吗？终令最后是不对的。
最后令就是该做的没做，就会蹉跎了时机，错过了以礼生气的那个啊最佳的那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九三就表示说要开始为家庭啊树立一些规矩啊，来引领那个方向。虽然这个时候不免可能稍失言礼，总比呢一直都在那种啊玩耍的状态，顺着那种孩子的事情啊，那这个孩子总会有各种的欲啊，除了饮食啊，会玩呢，要玩呢啊。以前呢，我们小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偷偷看漫画，现在是偷偷玩手机啊，啊，是不是？不然后来算了算了，妈小孩没让他玩，等到后来，这个逐渐越来越成了瘾，网络成瘾，很难搬回来。啊，当然你也的确需要让他玩，可是怎么样？在他玩当中自然的啊，不会太过严厉的能够呢记忆他的规矩啊。这个最近这些年我们啊两个爷爷奶奶啊在我们的孙子身上真的做了很多尝试，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是有没有过了头呢，有没有太让步了呢，那难免有悔耶，啊！但有时候呢，有时候我这个爷爷出面了，板了一点脸，我那人就说下次不要这样子，我吓着了他啊。可有时候也需要这么一下，那个分寸在哪里呢？真的不容易拿捏。有时候呢也许也会失之于力过力啊，但是总比呢一直的顺着孩子的那种情绪啊，那种放纵，对他真的是形成了那种瘾啊，那就更糟，那就扭不回来了啊。你给他一点规矩呢，虽然稍微有一点紧张，其实小孩心头也是有良心的，啊，慢慢呢，他会感觉到啊，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按照这个比如说诺言，按照时间，啊，我们只是不断提醒，啊，他终于呢能够没有我们提醒他，他就知道时间到了，他就会自己停止。他会有一种成就感，啊，我就马上要夸奖他，啊，这个最近就叫他背那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啊，静而后能安，安而就是说你有没有知止而后有定啊？要这边他有一点点成就感，他做到了。是不是？啊，这样慢慢不知不觉就把他带上路，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小象就说：“家人赫赫，未失也。未失什么？未失长度。啊，虽然有点过分，有点过力，可是呢，终究维持住一个应该有的规矩。啊，那如果你这样啊，是纵容。”顺着那种感情，其实呢是佳节，就是失去了家庭应有的那个秩序，到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容易收拾了啊。所以九三因为它是个静爻，是个不定的位置啊，所以用这么来点出呢，在这个以礼生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的确是难免有一点这样一个起伏的，啊，
但是没有关系。好，六四，它由下卦进到上卦了，啊，都代表着有所成了，啊。那么在这里，这个尤其啊，这个我们在离卦的时候有谈到啊，这个离啊，下离上离啊，下面离卦的下卦三爻都得位，上卦三爻都失位。啊，所以离那个火盛于出，弱于上，这个叫做济民为难啊。啊，那坎卦刚好相反，下三爻都失位，上三爻都得位，所以坎卦呢就像那个长江大河，源头处很崎岖，要辛辛苦苦坚持走过这一段。下面那个水汇集了，越来越这个水量足够了，到了下游啊，就会有很好的这个收获，啊，就会有灌溉啊，这个交通啊，乃至于观光的利益。可是你要能够熬过开始那一段日子的艰苦，这是坎卦跟离卦的差异。离卦呢，因为济民为难呢，啊。所以如何能够接得上，那也就是说以离生气，啊，那么现在呢它跟离卦不一样，就是离卦就到这边又是阳阴阳嘛，哎，它这个是阴跟阳它得位的，原来离卦的上卦是失位，它转为巽的时候呢，啊，它是得位，啊，因此呢它可以啊这个附加大吉啊，六二已经啊点出顺以顺，你顺道的时候呢，就能够呢循序渐进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就表现在六四，好，那到了这个六四，它已经由下卦进到上卦了，而且它不是离卦的那个九四四位。啊，它是六四得位的，所以呢，富家。啊，那么受到啊这一个良好的家教，他整个的生命啊都丰厚起来了。啊，当然是大吉。啊，那么小象呢点出那个大吉，因为顺在位也。啊，表示他是得位的。就是扭转了离卦济民为难的啊这个格局啊，它由失位转成得位啊，这个都说明了这个家庭的教育要由自然秩序逐渐的过渡到道德秩序，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中间是有曲折的，中间是可能有毁的啊，有可能呢，啊，过犹不及会毁地的，如何能够最后来及呢？啊，这都要慢慢来，啊，要有耐心，是不是？嗯，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九五，九五就是在这个六个爻里边呢，它是得位又得中。啊，也可以用来象征啊，那个主导者的他整个的格局，啊，他说九五王格有家，戊戌吉，象曰王格有家，交相爱也。哎，九五是个王的位置，格制也，啊，有家还是齐家，初九是贤。有家和贤齐家，这个是王回到他的家，从哪里回？从朝廷回到他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家干嘛呢？就是存在的面对去爱他的家人，这个所谓内圣外王啊，
这个王当他在朝廷的时候呢，他是面对天下人民、全国的人民，那样的一个外王的表现是尖尖，是通过制度运作，他是个角色扮演。但请问这个王凭什么可以来扮演这个体制运作的领导者的这个地位呢？啊，那外王需要有内圣作为基础。这个内圣就回到呢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直接的，不是间接的。那直接的是你的家人嘛？啊，那回到你的家人，就认认真真的爱你的家人啊，尤其是孝道，认认真真孝你的父母啊。哎，那个《孝经》啊，谈到从天子、诸侯啊，这个卿大夫到庶人，不同的这个层级，他们的行孝之道不一样。最低层的这个人民，他就努力生产啊，那然后呢，中间呢，每一阶都有他们在制度上面的、体制运作上面的位置，都有他们被赋予的责任啊，该做什么政务官就该去拟定政策，事务官就是秉承政务官的那个政策予以执行。好，到了最高的天子，天子的孝，哎，反而更难简单。天子的孝就是认真去孝顺他的父母，怎么样做天下人的榜样，身教就够了啊。那么这个也意味着很多的人啊，在外面叱咤风云啊，也许受到很多人的敬，但是那个敬是由衷的吗？很可能只是敬畏，并不是敬重啊。这个像我们的阁揆啊，出名的酷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看人能不能对你由衷的尊敬幸福啊，又看你里头那个本质啊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观察一下啊，一个人在外面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不算，回到家啊，能得到你的妻儿的尊敬才是真的。很多人在外面做扮演，回到家原形毕露，躲不掉啊。所以要能够得到呢家人的敬重，才表示你是真的有内涵，你才配去领导万民，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啊，这个内圣指向外王，外王蕴含内圣啊。所以到了这个九五的时候呢，他反而呢，哎，强调出不是他做角色扮演啊，做王的那个身份，反而要回到你王里头的，作为一个人，作为有严君焉家庭中的这个直接的具体的那个亲子关系，才能够考验出你是不是真的啊。所以你不要呢担心勿恤，就是勿忧，不要担心说这个会不会自私啊，会不会荒废了你应该有的公务啊不用担忧，这是对的，这是急的啊。因为这个呢彰显出你的内在啊，有内才有外嘛，是不是？好，小象就点出这个王阁有教的内涵是什么？交相爱也啊，交也就是相，就是认认真真示范人跟人之间的相爱啊，而不是执行命令。有那种真正的关怀，真正的善意啊，那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幸福嘛啊。
好，那九五如何能够做到这边？因为上面有个上九，上九呢也可以代表了所有的阳爻，从初九、九三、九五，他们共同的内在的理想，他们的精神的方向。所以上九有福，威如终极，象曰威如之极，反胜之谓也。有福跟谁福？也可以说跟初九福。如果就整个这个家人卦的格局，就上下这是严君啊，以阳包阴，所以他跟他相符。那这边是有它的高度，指的理想。下面呢是具体落实去实践，就是爱。为了理想，为了爱，理想在上面这个方向，爱是在立足点上起步。啊，那理想跟爱互相呼应，这个叫福。那么爱是比较温暖的，风自火出，理想是比较庄严的，高高在上，所以他用威如来表示。威如也呼应的严君啊，这个威不是威风的威，是威仪的威啊，威仪啊，威仪就是有一个表现于外的那个形象啊，是庄严的形象啊。那虽然呢让人高高在上，有没有可能望而生畏呢？没有关系啊，理想的高度也有可能造成人的压力，但会造成压力，因为你落实的实践没有能够呢呼应那个理想，理想就会成为压力。但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敦促啊。这个面对的理想，问我有没有怠惰，我有没有真正的尽到我应尽的责任，是不是？所以呢有理想这边把人提起啊，最后是急的啊。那么小象说明了这个终极就是反身之谓也，反身就是反躬自求啊，啊，那么这个超越来讲叫天啊，内向来讲就是你的良心，啊，就作为一个领导者，从父母到国君，要时时反问你的初衷、你的初心、你的良心，啊，有没有正？有没有不知不觉歪掉了，变成自私了，啊，变成是欲于利了，啊，那如果你时时有这样一个反省，那你就能够呢，这个在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上面，去有效的带领，不管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子民，对不对啊？好，所以呢，这个整个，家人卦就放在一个，这个忠也养不忠，财也养不财，先知觉后知，先知觉后觉，啊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教养的这样一个格局下哈，说明它最好的状况，就是所谓的正格，我们尽可能呢能够符合这个正格。那让这一个整个家人相处啊，教育教养不必绕太大的弯啊，虽然不免小有波折，那是难免的，大体上来讲是顺利的啊。那么展示了这么一个格局以后呢，我们心中有个谱，对不对？那就算有遇到一些大一点什么差错呢，都不至于太严重，就可以转回来。
我在那个金庸的小说谈到他们的爱情啊，也有谈到四个人两对，就是郭靖跟黄蓉，然后这个杨过跟小龙女。我说郭靖跟黄蓉是感情的正格啊，杨过跟小龙女就很多曲折，就变革啊。很简单一点，郭靖的爱对了黄蓉始终如一，但是杨过就有很多曲折啊，跟很多女孩子都有一些什么，对不对啊？就是他整个人格的成长，他的人际关系啊，都有比较多的曲折啊。那么这里面两对相对照，有正有变啊，有正格有变格，我们对于感情就会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啊。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啊，有正格有变格，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先讲了下一本卦。下个礼拜我们已经确定了，虽然是一年最后一天，我们还是照样上课，是不是？好，那我们下次呢讲这个坤卦，讲完以后我们就等三月再来讲这个简卦跟解卦。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请。